摩羯座下周运势，3月18日到24日事业运势。下周的天象可能会给摩羯座的事业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。太阳进入白羊座，将为你带来更多的活力和决心，能激发你在工作中的进取心。太阳六分冥王星的能量也可能带来一些重要的机遇，有可能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。然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金星合相土星可能会带来一些责任和压力，需要你保持专注和耐心。财富方面，金星合相土星会带来一些稳定和保守的财务机会，但也需要你谨慎处理和管理自己的资产。此外，火星进入双鱼座可能会激发你的投资冲动，但需要谨慎分析和评估风险。爱情方面，下周是摩羯座一个关于爱情的重要时期，太阳进入白羊座将激发你的热情，能为单身摩羯带来一些新的恋情，或者为有伴侣的加深现有关系。金星合相土星也能为你的爱情生活带来稳定性。然而，火星进入双鱼座可能会带来一些情感上的冲突，需要你保持沟通和理解。健康方面，下周需要特别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。太阳六分冥王星的能量可能会带来一些压力和紧张感，需要学会放松和调节情绪。同时，火星进入双鱼座可能会影响你的能量和免疫力，需要注意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。我是静电鱼，关注我，每天都有好运气。